现在30以上的人要常看我们节目了，对，可以学到一些新的名词、形容词。对，不科学的意思就是说，哇，我觉得是一个圣战，对不对？哇哇哦，对不对？好矮哦，也太不科学了吧？对，也是个圣战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像最近有一个图片，就是有个女生四肢很瘦，可是呢，就看到上围非常丰满，很多人就说，哦，这样是不是太不科学？不科学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图片来。哎呦，哦，可能。这个是修的吗？不知道，这是不知道真的照片。他手好细，手好细，但是他的上围很丰满，腰也好细，这个是丰腰，丰腰，哇，好像女王风一样，不可能吧？对呀，哇哇，太不科学，这个能修的吗？选配选配，顶级，对。然后也有那种什么，跟老天爷定做的，是，还有什么什么学习啊，或什么一家人啊，什么全班都是美女，全班都美女，我们看一下，哇塞，真假的，这是不可能，哇，全班都长这样，不可能啦，女子团体吧，有可爱的，有艳丽的，有没有？转学啊，这太夸张了，好，这应该是什么少女团体的，对，的照相片吧。专辑封面，哎，哦，都是正妹。问同学啦，你有被人家说过哪里不科学吗？有吗？胖虎牌子放下。哦哦，好了，你来胖虎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的肚子绝对是地表上最有生命力的肚子。我没有跟骗你们，除了有很大的鼓声之外，它还长得非常像水梨。哎呀 ，Oh my！ 哦，哎。都像水啊，像吧，那个胖子，哎呦，像水梨吧。今天讲不科学，请来这两位纠察队，他们呢不断在市区里面呢找寻很多不科学的事情。那他们，我们欢迎这两位主持人，欢迎张立东跟小熊。嗨，大家好。这次主持这个节目，有没有找到哪一些真的很印象深刻的事情？有啊，像我的搭档熊熊，他就是以上围突出闻名的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找到好几个，甚至可比我还夸张，还强，对，哇塞，因为熊熊其实四肢也是细细的，嗯，哎，尴尬一下，算是没有，我算是，可是我觉得我看到我们找的那些人之后，我觉得我还好，就是他们是真的上围是非常大的那一种。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上围是用衣服盖不住，可是我用衣服是盖得住。哦，对啊，到底他们是一动会好像快要跑出来，会出界，很可怕。然后男朋友都很瘦，那要检查一下。是，不是啊？写真集，哦，吓到，哇，恭喜恭喜！哇，大卖啊，听说大卖了，对不对？谢谢。熊出没，熊出没，对，这个是我的第一本写真，然后我去那个。我觉得那页有魔咒，每次翻的人都会翻到那页，就是最经典这页吧。对啊，就是吉他 pick， 这是用 pick 做的，我的化妆师做的。这个哇，好有音乐性。我有贴胸贴，我有贴保护措施。哦，对，然后这是在天宁岛拍的，然后还有去泰国拍，就是这本写真花了一年的时间。这样好身材，但是从什么时候它就成型了？国中，国中，你是小时候有特别吃什么吗？对对对，我国一的时候，因为我为了要长高，然后我喝了一个暑假的木瓜牛奶，结果就身高没有长到，就长到胸部这样。哦，对，恭喜，对啊，对，还好还好，熊出没真的要好好看一下，因为拍的真的很美，身材又好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熊熊。好的，这个今天讲的不科学呢，我们大家请来专家帮我们一起验证一下，一起欢迎整形外科医师张子倩，欢迎。张医师，欢迎，欢迎医师。所以今天就要靠你的法眼帮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哪里科不科学哈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请来几位非常不科学的人哦。那第一位呢是我们情谊血管系的米米，欢迎他。欢迎米米。米米你好。先穿上了神秘的斗篷，对。神秘的黑袍，咪咪好可爱哟，咪咪你好。你不科学的地方是
会让人家出现什么样的反应？大水牛的反应。大水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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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说母这样吗？还是就是他们会会说你是大水牛？对。哦，我不能讲太明，我先讲。是你力气很大吗？哦 ，Who knows 什么？哦，还有一个提示物在 Ken 前面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呢？请看。挖工，大碗工，挖工。好，大家来猜猜它不科学的地方在哪里呢 ？Jocelyn 大胃王。对，可我就是很爱吃哎，因为。就是大碗公，然后又是大水牛，感觉就是很爱喝汤，或是很爱吃东西，然后他又那么小只，就有一个反差的不科学感。到底是什么呢？咪咪，请揭晓。好，三秒，倒数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第一位来宾米米，身高154公分，体重40公斤，但却有傲人的32以上围。朋友笑说，他的肉几乎都长在胸部上了。我们因为今天现场有医生，米米来，请往右边转一下。身材很好。我们请问一下张医师，有这个可能吗？就是极瘦极瘦的人，胸部是很雄伟的。其实是有这个可能，因为我们的胸部它其实是1/3是乳腺组织，2/3是脂肪组织。那乳腺组织它的发育大概就只有两个黄金期，一个是青春期，那一个就是怀孕跟哺乳的时候。那熊熊可能就是有把握住那个青春期的时候，它有适当的营养，它的乳腺呢、啊，对乳腺就很发达，对。啊，他自己说的，乳腺是一般人的4倍。因为我之前就是小时候曾经大到 H 罩杯，就太大。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新闻，有一个女生她是得巨乳症，她有 P 罩杯，然后我就很害怕我自己有，我就去医院检查，就是要缩胸。然后医生就说没有，我不是巨乳症，我只是乳腺比一般人厚4倍。那大家觉得很不科学吗？像她这样的比例，嗯，是不是？加油！你们大家都在忍什么呢？为什么有在憋气的感觉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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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想要正经的讲一下。对对，我其实觉得这样非常的还不错啊，因为我觉得他有自信嘛，所以他刚揭开斗篷的时候他是有自信的，所以对对对，我觉得他自己是有自信，这样就很好，就很好看这样。自信啊，胸部大是不是有很多困扰？除了刚刚说衣服不好穿之外，有哎，像我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发现自己比别人大，我就觉得很自卑，因为我是田径队，我就是爱打篮球的。田径队打篮球，好辛苦哎，就是被人家讲，就是现场有跳绳吗？就是带球上篮。对啊，然后他们都有些人都会像旁，我在打篮球的时候，旁边不是会有男生吗？我只要一打一下，然后可能跑一下吧，他们就哦这样，就很瞎，就会影响我。男生自己打篮球故意抢错球，喂，这样太坏了。所以真的有到困扰的时候，熊熊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对啊，可是因为就是我小时候也是觉得很困扰，然后我会刻意穿很大件的衣服去隐藏，可是这样看起来会很胖。对，后来就是慢慢年纪越大之后，你就越知道说什么样是适合你自己，因为其实我个子也不高，我比你高一点点而已。对啊，然后我胸围也是还蛮丰满的，可是我现在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就 OK， 这样就也不用太 care。大家都讨论的非常多元啦，咪咪先休息一下，欢迎你啊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第一位不科学是我们世新广电系的加冕，欢迎哦哦哦，加冕加冕加冕，好，加冕同学你好，加冕不加价，不加钱吗？是加冕加冕，请问大家听到你的不科学的反应是什么？大家都会说你是怪胎吗？怪胎，提示物来，提示物，请看。哎呦，这是一个吃剩的骨头，头哦，不头。大家是怎么样？要猜看看，猜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科学？大家猜一下，嗯，可能牙齿大钢牙，会不会是？丽颖，你说很会去骨是什么意思？就可能吃肉的时候就直接塞在嘴巴里面，然后用嘴巴就把骨头丢出来，这样子就是直接用嘴巴啃。哦，好。但是这个加冕它的这个不科学，它可以直接表演给大家看，跟大家宣布一下，其实呢，它不科学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双手360度环绕身体旋转，像跳绳一样，而且手掌都能够360度旋转。什么？软骨功达人。第二位不科学软骨神人加冕，听说他的双手能360度环绕身体旋转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马上来看看吧。Oh my god！ 大法师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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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环绕音响，大法师的感觉。哇，感觉就是这样。OK， 手势，起手势。再来一次，你可不可以侧面？侧面？侧面？因为那个手他的翻转，来用他的手跳绳呢。这不行吧？看你能到哪里。熊熊来试试看，会不会是毛巾的问题？神奇的毛巾。对啊，然后再来。会折到。可以啊。哪里痛？手要落掉了。要落掉。阿泰跳 popping 好像会。因为卡在。我真不会，上不去啊！阿泰去啊，不可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你从小练过吗？不是，就有一次我妹妹在家里看电视，然后就看到有人表演这个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试，然后我们两个都可以，天生的，天生的 ，popping 都可以。还有手掌的部分，手掌是怎样？可以360度旋转，是，是原位的。或者是他等于是转了一圈哎，对，就转一圈。哇塞！或者是这个，就是翻转。嗯，哎呦，这个我应该也可以吧？可以吗？我们都要整到这边。立冬来试试看，这样子转。我天生硬的。没关系，康哥，你帮张立冬，你帮他硬凹。我们可以帮硬凹他。这样吗？对，你要再转。再来。硬凹，硬凹，硬凹。不行啊，还有东西要接。不行吧？真的不行，真的。那前面那一招再来一下，前面一招，前面那一招是这个，转一圈。啊，怎么可以啊？我要看，哎，我可以，但是没那么顺。就比如说，有些人会作弊，他就说这样子。那如果我是这样子，我就可以转更多圈。这个模式。哇！面临史上最大挑战，大胃王者地位不保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景文传艺系的大智，欢迎。请问一下，你的不科学朋友看到或听到都觉得？说我是个无止境的黑洞。我们有新闻片段介绍他的不科学，来看一下。上新闻了。第二名参赛者吃得满头大汗，最后吞下175公分的香肠，获得2000元奖金。今天我们就要请到这个一个汉堡店的店家，对，放出这个挑战给你。最快的话是6分钟举起。6分钟吃这个巨无霸汉堡。那如果我是这样子，我就可以转更多圈。这个模式就可以转更多圈。这个模式就可以转更多圈。哇！哇！好酷哦，像没有骨头，那都可以吗？不可能啊，没有。没有正常的那可以半圈，突然一百岁，这个不行，桌子转可以啦，桌子转可以，玩碟仙哦。那这个其实用不到骨科医师，好不好？祝你身体健康，谢谢，下面身体健康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景文传艺系的大智，欢迎。请问一下，你的不科学朋友看到或听到都觉得？都说我是个无止境的黑洞。哦，黑洞，黑洞在吞噬整个宇宙的感觉吗？对呀，看一下，看提示物是，请看。哎呀，它写东西写光了，明显应该很好猜吧？是不是？对啊。来，亚米，你说。我觉得是胃，因为它是碗跟筷，就是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吃超多，胃可以撑很多很多食物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有新闻片段介绍它的不科学，来看一下。上新闻了，500公分的超长香肠，边拉边放进嘴里，还没咬几下，一口接着一口全往肚子里吞，一边往嘴里放，另一手拿着水瓶狂灌，嘴里的香肠都要满出来了，还是不断往里面塞。第二名参赛者吃得满头大汗，最后吞下175公分的香肠，获得2000元奖金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大致是3分钟吃了175公分，对，3分钟这样也很多哎，厉害啊，厉害，对呀，
哇，那你在吃的时候，其实是那个速度就是有在咬嘛？因为我们看过小林尊来现场，对，他是用吞的，对他半吃，他没有咬。哦，因为我有看过他影片，所以其实我是照他的方式在吃，就吞呐、啊，就是咬没多久就喝跟水一起喝下去就吃掉，配水，对，配水就直接吞了。哇塞，所以他到底有多能吃，多会吃呢？今天我们就要请到这个一个汉堡店的店家，对，放出这个挑战给你。好，我们来欢迎小飞，欢迎小飞。小飞你好，今天要带什么东西来跟大胃王挑战呢？这是我们店里的巨无霸汉堡。那我们曾经有在店里比赛过，就是最快的话是六分钟全部吃完。六分钟吃这个巨无霸汉堡，超大，哇塞，超大，手比一下，哇塞，我刚以为是四倍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这等于是四个大汉堡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汉堡。因为正常如果来讲的话，小雨，你大概吃得了这四分之一吗？对啊，吃不完，吃不完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全家餐了吧？对，全家。但是小飞说看过有人六分钟可以吞完整个，那要请问一下大芝，你这样目测的话，你大概要花多少时间？可能4到5分钟我就可以吃完吧。摆明就是要破那个记录，这个记录。谁破记录有什么吗？小飞再吃一份。破记录怎么样？破纪录的话，那再给他一个吃啊，再吃一份。但是我们今天要有挑战者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挑战者也很大只，来，我们的胖虎。哇塞，这巨无霸汉堡居然有人在6分钟内吃完！而今天我们的不科学达人和班底胖虎有办法打破这项纪录吗？预备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哦，他先喝口水，他先喝水哦，先喝一口水，已经不止大胃王，还要加上快食的部分，对，很像哎，哎呦，非常激烈，非常激烈，胖虎感觉是在绝招，绝招，慢慢的，好像喝水，喝水，胖虎，喝水啊，一定要喝一点水啊，才能破水，突破水，感觉很痛，基本上大致要塞进了1/4的了，好强哦，要够吃才行，哦对，胖虎塞进了1/4的1/2，胖虎你的速度也太慢了吧，胖虎是怕喝水，胖虎你在。胖虎，胖虎在比赛吗？胖虎在比吗？他在慢慢品尝。真的哦。好，大芝已经开始动。第二个四分之一。哎，大芝你真的拼哎！哎，他没有在跟你客气。天哪！请问现在时间过了多久？时间过了多久？才1分钟。他已经碰了1分钟，他快吃一半了。才快吃一半，还要跳，还要跳了，把食物跳进去。跳下去吗？对对，就是的确大胃王比赛会出现的动作。跳了。你都没吃多少，你在跳什么？有什么好跳？胖虎在你们在比赛，哪会跳会痛啊？我觉得你他吃糖不正常的还慢。胖虎胃发炎，要慢慢吃。哎，好，大芝吃完了耶！小大芝已经要吃完一半了。对。但是时间是不是也快过一半了？好可怕！时间剩几分钟？哇，他这个肉一分半而已啊，一分半而已。所以刚刚大芝说他大概4-5分钟是可以吃的。但这个是进入到后面会更痛苦。对，可能前两份好香，对，但后面速度有可能就开始卡关。你快，不用不用讲口感，不用讲口感。谁卡关？胖虎，胖虎你咬好小口哦。你有没有在喝水啊？你是女的。胖虎还有盘子，哇！他现在拿起第三个，对，好速度差太多，就胖虎在旁边到底要干嘛呢？哎呦，你看他不要用吸管，他要喝的，太慢了，要直接喝，直接倒。学胖虎学，快点，胖虎快点，学他喝水啊，灌水，直接一起吞，2分钟，胖虎学他喝水。胖虎，你待会要付2份汉堡的钱。对啊，你是来这边汉堡都还没吃完，享受下午茶。外强中干哎，好奇怪哦，这样稍微丢脸了点。胖虎，你真的有点包袱，他在吃东西还不露出那个食物，这样对啊。擦干净再继续吃。偶像包袱。哇，他已经吃了1/4了。哦 ，Oh my god， 1/4。Oh my god， 才过多久？拿起最后一块了。天啊，2分半而已。两分半啊！Oh my god！ 不能破纪录嘞，嘴巴也太鼓了吧！胖虎到底在干嘛？吞咽吧！胖虎刚没哎，那你看，哎，水泥度要输了。他非常的从容，有没有？大芝感觉胖虎不行。大芝现在有没有点不舒服？你可以休息一下，因为你已经快要破纪录了。对啊。好。胖虎要不要睡一下？胖虎是吃到快睡着了。要不要去梳妆一下？最后一个1/4。哇，胖虎厉害！大芝拿起来了。
还是狂吃。好厉害！胖我好厉害！包看起来好多，这真的都分量非常大。好强！纳豆你吃得了吗？我吃得了四分之一，大概几分钟啊？因为它这四分之一是一般面汉堡，3分15秒，轻松应该会破纪录了。哎，应该要破纪录了。哦，跳一下，完了！哇，小飞在串了。啊！跳什么？你干嘛跳啦？不会，不要跳！我们没吃几块，你还跳？没有吃多少，跳什么？要跳是你来跳。好，最后的四分之一。然后速度似乎在放慢哦，哎呦，真哇！他因为他一个老干四分之一，其实不是平常一个汉堡，是一个一点。3分45，快要第四分钟了哦，他是不是在5分钟内能完成呢？你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，大好厉害！可以的，破纪录了，哇塞，强哇！吃完了，完成，4分钟，好强，好可怕！胖虎，你还好吗？胖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要说，这个需要训练的。这样吃很大口，真的很伤身体，真的不容易。对呀，不要学，哥哥有练过，知道哈。真的很厉害，今天要掌声谢谢我们的大智，谢谢，太厉害了，谢谢小飞。接下来欢迎台体竞体系的 CJ。哦，到底是哪一方面不科学呢？小帅哥，来我们的身体，来一只身体。哎，朋友听到你的不科学都会说什么？就是因为。从小发现自己会这样做，嗯，那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很恶心，很恶心，哦，吃鼻屎嘛，小朋友会，这个不合适，撒在饭上面配饭，哎呦，好咸咸的，好脏，没有啊，如果要恶心就不是只有吃鼻屎，哎呦哇，就是包括吃别人的鼻屎，超恶心，好不好？不科学提示物触眉头，阿 Ken 当场暴走大怒。接下来欢迎文藻传言系的林世轩。大家听到你的不科学会说什么？就是怎么可能？就是跟你的脸不太像。那他的提示物是？哦，请看。嘿。辉哥，辉哥。谢谢。干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是拿我的照片啊？我这样子还要这样子？神经病。恶心就不是只有吃鼻屎，哎呦哇，就是包括吃别人的鼻屎，超恶心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我要看提示物，提示物是什么？请看，有青蛙，青蛙，哦，各位同学猜看看啦，为什么会跟青蛙有关？胖虎，你写有蹼哦，因为青蛙嘛，青蛙有蹼，我觉得他的手应该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可能手指尖的乱回发展比较，刚才说他会吃苍蝇，吃太多，有说，那他遮身体干嘛？是。各位跟大家报告一下，第四位不科学达人 CJ， 他的肚皮异于常人，可以自由伸缩，仿佛是有生命力一般，赶紧来看他那神奇的肚皮吧。我可以请 Ken 哥跟我一起吗？我跟你一起，对，怎么弄？就是他脸要靠上去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做他，请他跟我做一样的动作，开动，做一样的动作，一般人不能做这样子。干嘛哈？你跟他做一样的动作，你一定要掀起来。我要，我可以让他这样蠕动，那我可以让他这样蠕住，可以蠕动。Ken哥哦，那我们再请 Ken 哥跟我一样，我们一起吸气，看谁能把肚子缩进去。好，吸气。哇，你这个是功夫哎！哇，你看侧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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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好凹哦！哇，好凹哦！只剩骨头了，这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可以凹进去？你也不行吗 ，Ken 哥？你肌肉太大块，缩不进去。肌肉太大。那 Ken 哥，你可以把肚子处理，把你肚子撑大吗？什么？撑大？怎么样？就是这样子。撑大哇！怎么可能？我拍一个纳豆。纳。第二个。好大哦！好大！看到没有？太完胜。实心的。谁了？你这个够强的。他是因为胖。我是胖，不要。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伸缩自如。对，就可以让肚子一直往动。哇塞！你看他可以。这是细工吧？奇怪了，哇！哇！哎，我手摆在上面，你是。哎，真肚皮肉的感觉。可是要问一下熊熊，男生会这样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？就是其实
不会加分啊，就觉得很酷哎，哇，好酷哦，就没了，然后一瞬间，好酷哦，那然后呢？关阿泰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其实这个我也可以，真的，其实太简单了，来试一下，吸气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难民来了，哦，可以哎，哎，哎呦，很恶心哇，那两位要不要来 PK 肚皮舞？对啊，他们俩可以跳舞哎。节奏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2015的肚皮舞大赛。哦耶 ！Music， 哇哎，真的可以耶！哇哟，糟了，哎呀，男 CJ 的速度很快，哦，男女合唱哦，哎可以，很高，好可爱哦！哎你们俩，你们俩肚子可以接吻吗？两个嘴巴可以，跳恰恰，跳恰恰，跳恰恰。亲一下，好恶心！我到底看了什么？算了啦，纯粹是大家同乐，因为刚刚熊也说没加分啊。有啦，我觉得画了脸之后有哎，比较可爱。加分吗？对，画了脸之后。那你要跟他们的肚皮接吻吗？我不行啊，我肚子凸不出来啊。哦，对啊，好吧，可惜了。对，很特别，要谢谢我们的 CJ， 谢谢我们拿台。好，接下来欢迎文藻传言系的林世轩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星光的黑人选手，世轩你好，嗨嗨，哇，那他星光的选手，你是不是很好猜？就是歌声很会唱歌啊，会唱歌啊。大家听到你的不科学会说什么？会说就是怎么可能，就是跟你的脸不太像哦，对，跟脸不搭，跟脸不太像。嗯，那他的提示物是？哦，请看。嘿，天哥，天哥，谢谢。干什么东西？我以为是这意思。跟你们一起玩这个，为什么是拿我的照片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这样子啊，还要这样子？神经病！好，同学再看看到底为什么？干我什么事？哦，海豚，我觉得应该是觉得他很会模仿，模仿到就人家也觉得不像他的脸，太不科学了。好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要请世轩来揭晓。三、二、一，请脱。是的。不科学八块肌达人世轩，不仅拥有一般人少见的八块肌，听说仰卧起坐比赛还没输过任何人哦。那请问一下 Ken 哥，你一分钟是可以做？一分钟70下，我会输他吧？你看哦 ，PK， 我没有啦，他只要我腰力也是有口碑的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时候就忍不住了，怎么样？永勋你要说什么？其实我也有八块腹肌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然后仰卧起坐我也稍微再练一下，我觉得哎，稍微有一点胜算。要来看 PK， 你要 PK 啊？八块，真的吗？你可以现在看一下吗？真的吗？哎呦，哎，这个壮，小鲜肉，很厉害，深藏不露。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找永勋来 PK 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接着进行仰卧起坐的比赛，这场攸关男性尊严的比赛，最后谁能靠腰力获胜呢？一分钟计时开始。哦，哇，好快啊！哇，背好痛！哇，我们的扯铃高手一直撞地板，不痛吗？好快啊！世轩都已经拿头在撞650的头，对啊，650都要爱上他了啦，一直在害羞。对啊，650害羞了。650你有在数吧？650都有，650手怎么抖成这样？650为什么手会抖？救命啊！右挺还好吗？你要压的好才行。永勋比较累，因为右挺没有压好，稍微大了点。30秒过去了，永勋有点像地板。哎呦，永勋为什么厉害了？哎，他全身的核心肌群很稳，很稳，他比较帅，厉害，永厉害，永不减退。数15秒，好，永勋速度是不是有下降？永勋，永勋开始慢了啊！永勋，但永勋已经很厉害了。你数多少下？59下，59下，超厉害的，鼓励，已经很厉害嘞，650，很厉害。大声说出来，世轩做了几下？70下，70。哎，不是，因为我
我们这位已经是运动高手了，他是厉害，他真的很厉害，武术高手。对啊，然后你居然可以70，但永勋，你到后来是不是有一点就是真的负荷不了？肌耐力不足。他的歌声很好的，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一分钟能做70个。这个仰卧起坐，对他的歌声好不好？做完之后马上来唱，之后要唱啊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会唱更好，可以唱一下，加油！带来什么歌曲？不良嗜好，桃子姐的《离开我》。哦。女大生夸张特技动作，主持人当场吓到脸发白。请问你的朋友听到你的不科学事迹都会说？他们都会叫我不要再这样，不要再这样了。有时候会吓到路人。那丫丫，请公布你到底厉害在哪里？听说丫咪经营是非常开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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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，唱歌这么抒情。你让我的关心变得很无知，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，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。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一点？离开你，什么事都难一点。车来了，坐上你的名片。车走了，我还站在路边。会不会好一点？离开你，什么事都难一点。风来了，云就会少一点。你走了，我住在雨里面。做完就直接唱，没有休息，没有休息，真的没有休息。要证明他有多厉害，现在也不能休息，直接跳。Breaking，Breaking，老师 ，Music，Music， 哦耶，哦哦，空气吉他，必备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人气死我了。小地板，小地板要来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哦哦哦哦哦！哦，哎，开始有点慢喽。哎呦！哎呦哎呦！走灵巧路线了。哇！哎哇！来，离开我，继续跳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感动！快，副歌，副歌，副歌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来，副歌，副歌，副歌，来喽！预备，来！离开，离开我，你会不会好一点？好厉害，嘴唇发白了。离开你，什么时候那一天？好厉害，好强啊！这来呢？好稳哦，他的气。对呀。的明天。好了，好厉害哦！肚皮舞耶！没有事的，不是
娜娜，你觉得？爆点哎、欸。爆点很有爆点，因为他这长得很文静，可是他却什么都会。在这边，我们掌声谢谢世轩，他真的太强了，太强了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欢迎的是红光参女婿的 Nancy。哦 ，Nancy，Nancy， 来哦，是一位可爱的少女。来，哦 ，Nancy 你好，听说你一个这个不科学的才华，有让朋友不喜欢，是不是？嗯，他们在我们就是走秀跟拍照的时候，都不要跟我站在一起。哦，比较高，听起来是厉害，可能是比较高吧。提示物，提示物是什么呢？请看。啊，青玉翡翠柠檬。好，你好厉害。就是你在一眼就断定是不是？太厉害了。没买过吗？大家猜猜看，跟饮料有关。对。哎。啊。哦。650。哦，因为那个提示是那边青玉，就应该是黄金比例，就是他的身材应该就是。哎呦，位置哦，走秀跟拍照这种有研究的，有研究，有研究。请 Nancy 来揭晓。请接。到底他的不科学是？是的 ，Oh my God， 就是一个黄金比例。不科学身材达人 Nancy 拥有着梦幻5:8的黄金比例身材，真的有这么完美吗？马上来测量看看吧。什么是黄金比例5:8？张医师，就是我们上半身跟下半身的比例，就是上半身是从肚脐到头顶，那下半身是从肚脐到脚底，那它的比例是5:8。哦，上半身5，然后下半身8，这个就是黄金比例。哇，我们现场要量一下，熊熊来。好，我来量。好，嗯，再喜欢。哇，站在旁边这样，哇哇。哇哇，肚脐在哪？哈比族跟那个是不是？好粘滞。朋友们说应该不是。Oh my god！ 啊，有了，106。106吗？106，差不多。嗯，差不多。腿长106，那上半身来量一下。上身怎么量？从头吗？对。不然呢？管上身星座。我都要算一下，那你生辰八字顺便报一下，然后嘞，到哪里啊？肚脐，到你刚刚那个起点。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就出来了？他就是乱量啊。没有，我没有量过上半身啊，66啦，就是5:8。五十一。哇！我马上离开，真的，你站这边。哇！太厉害啦！那都是好羡慕，我是1:1。那刀哥你要吗？我是蛮难得的比例，5:5，所以真的没有人跟你站在一起拍照。就拍照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不要跟你站在一起，然后就没有人跟我拍照。那全家人是不是比例都这么好？妈妈跟姐姐也都这么高。算了啦，算了啦，1:1就1:1了啦，就不要跟他拍照就好了，不要客气了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谢谢我们的 Nancy， 谢谢。真的身材好好。好，最后一位是台体体育系的丫丫，欢迎他。丫丫，丫丫丫，丫丫丫丫，来。哦，身材也很好啊。哎，丫丫你好，请问你的朋友听到你的不科学事迹都会说？他们都会叫我不要再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再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了。声音啊。然后有时候会吓到路人。吓到路人，吓到路人哦！我们看一下提示物，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哦，请看，好，90，橡皮筋，橡皮筋，然后排了一个八字，是有关系吗？没有故意，哦，没有，刚好大家猜看看，加油，你猜是什么？一定是跟橡皮筋一样，它的那个柔软度很好，柔软度很好，弹性很好。那丫丫，请公布你到底厉害在哪里？不科学，你直接做动作，哦，要干嘛？最后一位不科学达人丫丫，平时超爱劈腿，因此发现到筋异常的软 Q， 据说他能做出接近270度的一字马，真的不会骨折吗？哇，这比270度有多厉害？其实听说丫咪筋也是非常开，对不对？丫咪，对，真的 PK 一下，来来来，哇，来，戏曲代表。现在呢，我们丫咪要跟丫丫一起来 PK 一字马的动作。是，首先180度 ，OK，Let's go， 一定可以吧？哇塞！哇，接下来要再往下压，再拉，再多一点点呢？哎呦，平衡！哎呦啊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。丫
亚米量力而为哈，量力而为。Oh my god， 不行啊！怎么了？丫丫还在，哦，要有扶你，哦，他要有扶的地方。等一下，这样不公平。等一下，那天哥你站中间，两个人都可以扶你，中流砥柱。来，超强把杆。顶到天哥。哇哇！开玩笑，但请问一下，你练几年呢？我练四，从高一开始练。从高一开始练。五年。好。你的目标会是360度吗？哦，没有。因为这个360度，表示因为他是功力发电机啊。是。那亚米练几年？108。我也是高中，可是我这个比较不开，我是大P比较开。哦，对。然后就一定要比就对了。大P是什么P？嘿，哎呦，哎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天哥，天哥，你下次方位要调好，好不好？摇滚区，我去，我算是路冲啊，路冲。那你可以吗？你现在讲会衰吗？可以吗？好强哦！哇！痛哦，我。你要再来 P 啊？没有，他超强的。娜娜，来啊，舞蹈系的，来，好，你要怎么秀 ？PK 什么？任何一项你觉得能赢他的？腰吗？腰怎么样？好，来，你来试试看，你做个动作，好，我们来看看。下腰。哇，好软哦。这种动作你会吗？没问题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淡定哦。对，淡定。他完全没有被吓到。可以扶 Ken 哥，就是在那边，嗯。不要扶的，你说他脚味道不开心，血讲你一个脚的味道就这样。亲。哇哇！好厉害哦！朝天扇，侧面可不可以给我们侧面再来一次？他那个脚，哎呦，他真的超弯的，好强哦！天哦，亚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不服气？你不服气？服气呀？可以做。好，来来来，今天大家好热情，边下腰边唱《离开我》。哎呦，这什么？啊，真的吗？哎呦，大招来了！等于是一个毒蝎子的感觉，有没有毒蝎子？是可以吗？也可以。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上树大会，人家特别来宾，你要弄死我阿妈也可以。来，哇！没有极限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他赢了啦，他赢了。什么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你会？这个 OK。来啊！现在在 battle 大会，是说这种很爱比的个性，你该不会也会上？不要这样子比下去。好哦，好，可以来一杯杯，正面 OK。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正面的。哎，嗯。啊，这谁不会？其实有难度啦，对啊，好了，你讲你啊，哎呦，全场安静，对啊，不会这样，全场大家傻掉，好，在前面，最重要，今天告诉大家呢，不管你有哪一方面的常才，最重要的是人没有极限，没有极限，没有极限，啊，也不要忘记，来，这个出没对不对？好的，写真集还有不科学一下，这是我最后一场的签书会，在为什么你要封麦了？没有啦，就是最后一场签书会，在11月14号礼拜六下午3点，在台中的 Underpiece 有那个一日店长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还会有那个联名的 T 恤，哦，对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节目不科学酷桥，对，10月1号开始，每个礼拜四。对，好，对，准时上线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要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特别来宾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